我当心理医生很多年了，很多看上去轻描淡写的事情，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。这次见面，我是任小妍。听说过催眠疗法？一、二。我已经被催眠了吗？三。门背后就有你想要的答案。我不敢推开。有没有看到什么人？没有。你到底想隐瞒什么？逃避是没有用的。三、二、一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要再说谎了，好吗？现在，你相信我的话了吗？